你一定想不到，把吃剩下的馒头用水泡一泡，然后放在豆腐里抓稀碎，这可是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，很多人都没有吃过，真的是高手在民间。下面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一个别人不爱吃的馒头，倒入适量的清水给它浸泡一会，让馒头喝饱水分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根胡萝卜。 用我家的削皮刀给它削去外皮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完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根火腿肠，先切成薄片，再给它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火腿丁。切完也装入盘中。再准备一把小葱，切成葱花，葱花可以多切一点。 切完也装入碗中备用。最后准备一块老豆腐，用刀先切成厚片，再改刀切成粗条，最后切成大大的小块。切完装入盘中。五分钟之后，馒头也喝饱了水分，咱们用力攥干水分，放在豆腐里，用左手充分的给它抓拌均匀，把豆腐和馒头抓个稀碎。 而且抓的越碎越好。抓好之后，往里面放入胡萝卜丁、火腿肠还有葱花，再打入一颗本科毕业的鸡蛋，放入一勺五香粉、一勺鸡精、一勺白色的食盐、一勺蚝油提鲜，最后放入一大勺玉米淀粉。这个镜头没有录上，大家一定要放。用我的手充分的给它抓拌均匀，再搅拌上劲。 最后揪一小块揉成球，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五成热，然后转小火，把揉好的豆腐丸子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炸。有的人喜欢默默的看视频，但是他会双击给个红心鼓励一下，这样的人最善良了，一定能够幸福发大财。炸到豆腐丸子表面定型之后，咱们用漏勺不停的翻动，让它受热均匀。 一直炸到表面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，全程大概需要炸三到四分钟的时间。炸好之后装入盘中，端上桌就可以开吃了。用馒头炸出来的豆腐丸子，吃起来外焦里嫩，还不油腻，一口一个吃起来特别的香。年夜饭的餐桌上可以来上这道菜，寓意团团圆圆，大人小孩都爱吃，做法也非常简单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就收藏起来，在家试试吧。 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